初中留校五善規則。如有需要，同學可以喺第二個小息買食物到課室，淨係可以購買乾糧同清水上車。上車！上車！一點去到一點搭二，同學可以去洗手間度洗餐具或者洗手。上車！上車！如果有需要，同學可以喺學校正門度領向家長送嚟嘅飯盒。上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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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點搭二或之前要翻到課室，唔可以喺其他地方度逗留。上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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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善長將飯箱抬入課室，等同學安頓好之後，可以幫手派飯。上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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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有同學缺席，飯長要即刻將缺席同學嘅飯攞到去三樓後廚俾飯箱工作人員。上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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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用餐後，飯盒應該整齊咁放喺飯箱裏面嘅膠袋度。上車！上車！一齊保持課室整潔，上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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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飯後可以喺課室裡面閱讀、做功課、休息同埋低聲交流。上車！上車！上車！周圍咁傾偈，擅自咁調位同埋共用一個飯盒，落車啊！落車啊！落車！落車！有咁多規則要遵守噶，其實有咁多常規都只不過係想大家喺一個和諧氣氛下享用午餐嘅啫。咁咪好靠各位同學嘅互相幫助同埋互相尊重咯，一齊建立和諧嘅校園，美好愉快嘅午餐環境。